室内是室内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哦，精神病房。我每次看到精神就以为是。我带超强红齿轮，开场要是没按到我就直接出去。直接带我出去。好，两个都按到了。直接飙一半吗？飙四分之一而已。好爆！夹子。感觉我看到他夹子，真是夹子。那、啊、他是 crash 还是断线？断线。他有什么刀？Barbecue 宝宝，多一个捕兽夹，还有被夹到的会受重伤。反正没有一刀，一刀吗？来喽！哎，来来来来了。你别接，我靠，怎么每个鬼都这么会甩刀啊？就说那招不靠谱，不要太依赖三百六，那是真的不行的时候。那我每次他就是他绝对会挥到我就我就直接转下了啊哈。他刚刚往右举手，然后往回下啪。我很生气。哦，大武器。现在没来找我，我刚暴击耶，灭武姐拿针给我吃。他去大雾了，我没在看，他是蹦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往大雾跑。没错。哦，还没触发就倒。我还来不及跑大雾。大雾里有板子啊，只是没那么好找。有板。他挂同一个哎。好乖。咬得下来吗？还得。干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想干？一个大位就算我，我快修开嘞！你好，充了多久？我去捡拆的夹子。修开的。他追尾鱼吗？他是小乌。你跑，我挡刀。没挡到。拜。有板子吗你？来不及的，板子在我面前。板子。来。他直接跳楼。哦，对哦，那边可以跳楼，干你啊嘞！拜。其实左转就有一个板子。哦，要有个更近的，里面通常会有两个。我对那边不太熟，因为那边我容易下，不知道怎么下去。可以，没看到。我只知道那个地方有超级。哎，你这样出去，那个齿轮会在。我断线就在啊。所以不管你手上的超级就对。我记得断线是一定保留吗？我看到爆爆嘞！哦，看到了。这个距离来得及。哦，线吓到我了！好快哦！I did it, Sveta。以后就对你的红齿轮。哎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叫？
他有 BBQ， 所以他直直的往里面去了。他没看到我，你可以蹭我。他没看到我，真的假的？有加板吗？有加进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只是这样下来，我不知道。进大屋好了。你我都进吗？我们分开走啊。我乱一下跑。不用帮我乱跑完，我有羽毛。他看到那个堂哥，你就乱跑，然后跟着白哥后面走。对啊，板子被翻掉了。毕竟不是我板，被干掉了。被翻掉了。这里这边没有板，这边没有板。干，没板子，这么烂地形，中间区块没板子，然后就是被这个地形害死。乌鸦，专门挡你的路。我一挂还好，我一可以补满你。啊！应该上去了。没有。他上去了。他有 barbecue 哦。我在 barbecue 范围内啊。他有 QQQ 哦。我保护色，你看，快看我。我都快看不到我了。一定没夹子。英文夺路。哟。又追我。够了。你这是吧？哎呀！操你妈！该板子里偏偏他塞夹。塞夹。板下塞夹是。喂。有办法跳地下水道吗？没有，他现在三，我们现在三。哎，跳水道，跳水道，跳夹，叫夹子啊！小乌有跳吗？不能跳，不能跳啊！小乌有重新布脚了，他大乌没布哎。板子啊，板子那边可能有夹子。有，那边有一个。哎、欸，那小啊，慢慢的吗？都几岁了，还在放手？这音乐怎么怪怪的？我看到你经过一个地方，直接变红。原来他在大屋里啊！你们收几台啊？一台你啊？啊！漂亮！那你们应该是收不起来了，准备找地下道吧？找不到地。一台怎么会有地下道？没有啊，再修一台啊。他在追我。哇，我排个天涯要排1000多位啊！蛋炒肉。啊？蛋炒。应该蛮快。谢。啊！国府快来加入我们，蛮多人玩的。我昨天排队排了2000多人。先提示算吧，算多好不好？四不是四不七人数，六不掉，先算吧。因为那是 NP 的游戏，他为什么没踩到？竟然没踩到！为什么他不用踩到？我的攻击就该白费了。为什么他不用踩？干！你凭什么？他比较瘦，他比较瘦。一个，
高一点。哎，看，怎么那么慢？红色，来个保护色战术。啊，小屋死定了。找不到路灯。你给我直接踹。我不想溜嘞，再溜也没分数。是的、啊。哦，双板需要。双板一趟。这一条了。那个双板一趟应该可以溜超级。还有那个板子跟没有一样。一格而已吧。对啊，那种板子就是跟没有一样的。No。我表示一直加一百分。真棒。他不看。我们应该追人跟被追都蛮难的。那个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出来了。我想你。淑女哦。啊，放你出去了。来夹子。根本就没有下水道，他怎么放我出去？我以为是要找下水道吧，我就在这边修了。我以为他说带你去找发电机，结果他在找下水道。我叫你出去，过来过来。我知道包包在那。靠腰。靠腰、喔、鬼都能打很久。约翰史密斯，花我这么多时间。